信义区最难定位的想想，在席化空间里面享受着最高级的101夜景，吃着各种奢华海鲜、现做料理，还有线条美酒。你各位啊，你看完你会想来吃吗？大家好，我是偷刀。我们现在来到台北这里了。今天呢，我们终于要来体验全台湾最难定位的自助餐。想想，那今天我们能订到位置，也是要多亏于他最近在新庄终于开了一家分店。然后，当然那个分店真的，我们尝试要订都订不到，然后最后竟然让我们订到了信义区的这家。想一想。我们就一起进去体验一下，想想它的表现会是如何吧。Go！ OK 啊，各位，我们现在已经就座了。你们刚有看到吗？哇，奇花的感觉，就是这里了。虽然说今天我们来这边吃饭费用跟上次吃续集的费用是差不多的，可是走进来这边空旷的环境，而且说它不会像其他吃到饱把费，就是有位置的话就会跟硬塞人。他们确实有做好流量的控制哎。那等一下我们就去拿点东西来吃吧。上传者并未允许这部影片在你的国家、地区播放。嘿嘿嘿，
我就知道你会遇到这个问题，相信大家都听过 Surfshark VPN 吧，也不要觉得 VPN 只有网络大神才会用得到，现代人到哪都需要网络，不管你是在旅行途中或是户外露营，不管你是要用外面的公共网络或是手机上网，甚至用手机做热点分享，还有只要设置 Surfshark 账户，你就可以在所有人上网设备上使用 Surfshark VPN， 完全没有设备数量上的限制哦。有时候出国在外想念台湾节目，也可以使用 Surfshark VPN 将 IP 连回台湾，就能不受地区限制，继续追还没有追完的剧。所以我的鲨鱼烟呢？冰酸哦。先输入我的专属折扣码 TOTOSHIM， 就可以享有17折的超值优惠哦。订购2年方案则会多送3个月的免费使用期限。如果你不满意的话，30天都可以退费。赶快来试试看吧！青干鲑鱼，你好，请给我各一份好了。谢谢，请慢用。谢谢。请用3种调酒各一杯。谢谢你。谢谢，你好。OK 啊，各位，我已经拿第一回的料理回来了。只不过今天我们在这边能吃到的东西，好像跟上次在续集体验，好像还蛮雷同的。只不过我们要吃生鱼片开胃之前，我们先把生鱼片好朋友瓦萨比酱油给准备好了。他这个瓦萨比用的也是跟续集一模一样的。奇怪，响冰集团生鱼片应该都是同一批才对啊，可是为什么我们今天吃到生鱼片，感觉会让我有一种鲜味在口中四处乱窜的感觉？
一定要用这个敬各位吧。喝下这杯酒，可以让我们暂时忘记生活中的各种苦闷。在迎接生鱼片大魔王之前啊，我们先用这个萝卜丝洗洗嘴巴啦。来吧，鲑鱼。它反而缺少一种我们应该会有的感动啊。那最后我们来到泥性的部分了。接下来来到炙烧寿司的部分了。鲑鱼寿司表面的葱花，还有它炙烧出来的香味，搭配上的甜酱，简直完美啊！炙烧牛肉，那这个干贝的话就不用说了吧。比目鱼 ，OK 的 ，OK 的。做结账的话，我们要统编吗？哎，不用，哎，我想刷信用卡，谢谢。还有他们这边有这种杯装的寿司啊。它这杯是由松露跟牛肉组合出来的，我觉得这个醋罐的出现，它适时融合两个不一样的东西，哎，这个很棒哎。还有，这是那我们上次在续集啧啧称奇的炸虾，这里也有。炸软河蟹，柔软蟹肉以及被炸金黄酥脆的蟹脚，我们吃下去的时候可以同时体验到两种口感在嘴巴里爆发。至于它这边烧烤部分有烤牛筋啊。我觉得我们对它期待不应该这么大的。
因为牛筋如果你煮得够久够烂的话，哦，那一定会很好吃。但是这个牛筋吃起来是蛮有口感的。哦，不过 OK 啦。牛舌，那我们再用这一杯敬你们呢。冷盘白虾，就算我们今天来到了翔翔，只不过它的表现还是跟我们之前在享食天堂吃到的好像还蛮类似的。大拌菜，哦，这个拌菜口感好肥嫩哦。大拌菜一口闷，我觉得今天这样子不枉费我们特地坐公车，然后转捷运来到这里了。不愧是续蟹，里面竟然有满满的蛋呢。这口感很新鲜呢。还有我们刚刚又拿了一点海瓜子啊。可能刚刚海鲜让我们吃起来太惊艳了，反而吃到这个水煮海瓜子就觉得好像没什么感觉了。对，你看一大块的蟹黄，蟹黄浓郁到我快招架不住了。哇哦，这块感觉更肥了呢。Thank you.
我赶快喝一下。各位啊，我跟你讲，他今天面包馅的表现哦，这不叫浓郁，怎么叫做浓郁啊？而且今天想想他这边也是很贴心的，附了吃蟹工具组啊，大蟹棒吃起来，我觉得这爽感比吃鸡腿还要爽哎。OK 啊，各位，那我们已经吃完第一回合所有的食材了，那我们再去拿下一回合料理回来吃吧。哎，请给我一份牛排跟热排。谢谢。你跟我走。给我先给你。哦，谢谢。请用羊排跟这个牛肉。对，谢谢。哦耶，面包蟹自由。耶、请给我鲑鱼还有鲔鱼手卷。谢谢。有人有红酒或白酒吗？都要另外再收费哦。请给我四杯啤酒。谢谢。OK 啊，各位，那我们这回合哦，他们有帮我们送上一份舒芙蕾，而且是夜晚限定的珍珠奶茶口味，我们先吃起来吧。我们现在吃看原味舒芙蕾啊，绵绵密密，舒舒服服的。这珍珠奶茶茶味非常的浓郁，我觉得它的这个口感比起我们上次在新竹吃到的舒芙蕾来说好太多了。那我们用这杯美好金黄色敬你们呐、那这边还有鱼软手卷，鲍鱼海鲜粥，
我觉得 NC 这碗粥煮了海鲜的碎屑，还有我们额外帮他加的调味，整体吃起来味道非常的浓郁哎，满满的香菜。我觉得今天这小菜比起上次拿锅米吃到底宴来说，它虽然有小黄瓜，起码它小黄瓜没有腌制过，它的味道不会那么的重啊。好啊，谢谢。哎，对啊，没有想到他们舒服嘞，还可以再来一份呢。哎呦。羊肋排，舒服嘞，吃起来，它跟这个出炉的温度所带的口感，我觉得非常的绵密，像极了布雷绵密的口感，这感觉很舒服哎。炉烤牛排，果然我们上次吃完拿勾米那一次啊，我们走出来之后真的是找到很难可以赢过他的对手了。猪肋排，不知道为什么这个肋排吃起来有点粉粉的感觉啊，它缺少一种我们觉得会好吃的那种感动啊。结果它这个公鱼没有爆蛋呢、欸。我就觉得比起上次吃续集的感觉啊，今天好像有点小遗憾呢。焗烤生蚝，我觉得这个生蚝比起我们之前在享食天堂吃到焗烤生蚝来说，吃起来更为新鲜，而且它熟度拿捏非常的好啊，不会让你有那种恐怖的味道。北美蟹头，哦，哎，他今天这个蒸蛋的容器竟然是蛋壳哎，哦，好可爱哦！来吧，蛋菜，
觉得这味道 我不是很喜欢呢。接下来来到石斑的部分的了。OK 啊，各位，那我们已经吃完这回合的东西了，我们等等再去拿点东西回来吃吧。小鱼糖，哎，谢谢了。请给我鹅卷饼，谢谢。OK 啊，各位，那我们这一轮呢，就拿刚刚还没有吃到的东西啦。还有我们今天喝一瓶土瓶蒸 ，OK 吧？这次没说错。各位，我感觉到他把食物鲜味全部都煮到这个汤里面了，真的喝到这种土瓶蒸就知道这家餐厅有没有下功夫了。还有这里面有小鲍鱼，求求你住手啊！总觉得他这烧麦应该都是蒸太久了，已经都干掉了。蛤蜊汤，哇，这个味道很鲜耶。还有我们来到这种吃到饱buffet，喝一碗酥皮浓汤 ，OK 吧？鹅卷饼。口感恰当的薄嫩饼皮加上肥鹅肉，我觉得它饼皮跟香味混合在一起是一种舒服的感觉。那我们第三回也吃完了，我们等等去拿点甜点来吃吧。没有，请给我两杯啤酒，谢谢。请给我各一份，有够吗？OK 吗？谢谢。哎，各位啊，没有想到他这边甜点竟然有蜂巢哎。虽然好甜，但很爽哎。
我觉得这一定要用啤酒漱一下口啊，不然等一下我们这些点心应该就完蛋了。还有今天不免俗的甜点上面有个金箔，合情合理吧。我还是无法理解加金箔到底要做什么。连在棒棒糖上面也有放金箔，可丽露、马卡龙、草布雷，OK 啊，各位，我们已经吃完甜点了，那等一下我们就出去外面做结尾吧。OK 啊，各位，我们现在来到外面了，只不过昨晚我们为了赶车回来，我跑到真的是全身快无力了啦，20块。Oh my god! Oh my god! 所以我们决定休息一晚后，再跟各位分享一下我们的用餐想法了，好不好？你还记得我们之前有去吃过续集还有拿勾米吗？续集跟想想他们同样收费，而且他们也是同集团享宾集团旗下的餐厅，他们在同样的收费下又提供了差不多有80%相似的餐饮，只不过啊，我们今天在海鲜的部分，它不会像续集，你可能海鲜没了，师傅随时都给你补上来。而且在酒水的表现，我觉得续集也是完胜想想啊。4种调酒，2种红白酒。我们在吃享食天堂的时候，除了啤酒之外，它又提供红白酒啊。可是为什么今天来到想想就没有了？不过我们退而求其次，我们去拿比它便宜的拿勾米来讲，拿勾米它所提供的酒水是更加多元。而且在它熟食现做料理的部分，我觉得是更为精致啊。在拿勾米，我们可以体验到干贝自由；可是，在续集还有想想，我们在续集勉强还可以排得到干贝，但是在想想，它现做料理台在热门的时段真的是排的队伍，会让你觉得怀疑人生啊。但是说，我们等到大家都吃饱的时候再去拿，才发现它煎台已经停火了。但是说怎样？啊，不要紧啊，做你想吗？反正我们还是一样很难定位啊。但如果你跟我说今天要我们这里花1859元回来吃的话，我 OK 吗？我是觉得说今天他这家餐厅的定位应该就是希望情侣啊、朋友啊，甚至家人可以一起来这边
边聊边吃，舒舒服服的度过今晚。但是对我来说，如果我们今天有能力再来吃一餐的话，我可能会比较想去吃续集或是拿勾米吧，好不好？那各位看到这边，如果有什么推荐吃到饱餐厅，欢迎在底下留言告诉我，我看到我就去回复了。还有，如果你喜欢我影片的话，记得按赞、订阅、加分享，也欢迎加入我们频道会员或用超级感谢功能支持我们哦。那我们就下个影片见啦，拜拜。